响起，冲冲冲！第五赛道的杨俊翰，好快好快的速度，开始迎头赶上。这个时候准备要迎接金牌荣耀了。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杨俊翰100公尺决赛一开始虽然小幅落后，但随后就像是阿斯拉打开推进器，一路往前冲，最后成了第一个冲破终点线的男人。红线之后看到成绩10秒22，杨俊翰高举双手为自己的表现喝彩，甩开了南非和美国队的纠缠。杨俊翰一路冲到终点线，表现相当惊人。就是自己身体状况还没达到最好，然后就是跟专业还有治疗师那边讨论说，其实在预赛或是复赛的时候，在哪一个环节，不管是热身或者是在起跑的时候，或者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然后做一些细微调整。其实，在总决赛的时候，是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达到了最好的状态？然后因为观众也很热情，所以自己的
心情也比较激动一点。在跑完之后，看到十秒二零，就是很开心，但是就是会有少了一点感觉，就是我没有就是十秒二零，或者是说还有一趟，就是会心里会有点急躁，说其实如果在当时决赛的话有多好的。在选手或者在准备过程中，其实没有太多的或者太大的压力，因为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行我素，就我可能在选手村的时候都是跟自己的团队或者是一个人去进出或者是去行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他自己说网络上或者是现场观众给我的叫声或者是一些期待，我就是放在心里，就是不要去做太多的回答。那在破纪录的那当下，你想到的是破纪录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小时后要才能结束大破纪录，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想的。在跑完准决赛的时候，回到休息区，其实心里很急躁，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等待决赛。会有点急，这样心浮气躁，然后在休息区就是给治疗师做放松、做准备的时候，就是手一在抖，就是说就觉得说，我现在状态是最好的，为什么不能马上再跑？就是结束就好，就是要一直在等那20分钟，结束还要什么？但是到了比赛前上去的时候，听到观众加油声，还有一些民众的热情，就是心里比较踏实一些，才能够站到。我是期待一种决赛，然后我了解拿出的状态在什么，就是随机应变的。因为我觉得我能在这么多的观众面前表现我自己的话，代表说我投入那场比赛，不会因为压力或是舆论的那些造成我很紧张，或是我无法专注到跑上。所以我觉得在起跑前，我做的动作就是告诉我自己说，我现在的